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vlog。今天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星期六，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今天眼睛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之前一直都有戴那个 contact 嘛，那我现在是没有戴的，就是这是我本来眼球的颜色。因为前阵子呢，我眼睛比较累，然后可能拔隐形眼镜的时候没有拔好，所以导致我的角膜有点小受伤。我前一天眼睛就开始很酸，然后睁不太开。那我之前也有发生过这种事，所以我大概心里有一个底，说大概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对，就是我的角膜有一点点受伤，所以我接下来两三个礼拜基本上都不能戴隐形眼镜，然后要点一些药膏啊、眼药水之类的。我现在看东西有时候都会这样，就是如果没有戴眼镜的话，就会这样懵的。然后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10月10号，也就是台湾的双十节，所以 Happy Birthday！ 我大概有6个月还是7个月没有回台湾了，其实还蛮想家的最近。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发现我的护照快要过期了。就你知道你要 travel 的话，你的护照必须要有6个月的有效期，所以你的真正的有效期其实是你护照上面那个日期再往回推6个月。然后我那天发现说，哎，我的护照呢，我今年12月就一定要去 update， 不然我就是之后 travel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应该准备要去找一下资料，说看如果我人在香港的话，我要怎么去办理之类的，我还没有开始找啦。对，所以 I'll figure it out。 然后今天呢是星期六嘛，所以我其实希望是可以上影片的，但因为今天还有其他的计划，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剪得完，那我就尽量先剪剪看吧。打算今天就努力的剪剪看，然后剪不了的话我们就是佛系上片，看是明天还是后天之类的。然后哦，我的 podcast 已经上线了，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你们可以到下面的资讯栏去点一下连结。目前我有上线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跟 Sound On， 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每个礼拜会有一集。双十节快乐！耶！Guess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蚵仔煎。What? Not 蚵哦、oh, ，Not 蚵仔煎。葱抓饼。No, I had this. 油条烧饼哦， oh, 没有营养。不营养。Wait, so you start working next Monday? If I get the visa. Okay, I miss you. Miss you too. Love you.
beg you to. If I'm applying to med, not med school, if I'm applying to grad school, I mean, if I don't grade anatomy.16:30，然后我上字幕上到12:30，我剩4分钟就上完了。然后这个呢是我前几天煮的咖喱，对，今天刚才把它吃掉。咖喱真的是一个人住懒人省钱的好料理。然后配上这个，我上次去买牙膏，然后莫名其妙被送了6罐可乐的可乐。好。我现在呢换了一件衣服，然后还化了一个妆，因为我等一下要出门。然后等一下，我现在真的看不到我自己，我不习惯哦，戴眼镜。我戴眼镜感觉就老了5岁有吧？看一下，好 ，Anyway， 我放弃了。我今天化了一个非常粉红色的妆，有没有？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一盒。我新的眼影盘是 Naked 的 Cherry， 然后你看它里面真的是全部都是粉红色的。大家有没有看我前两个 Vlog， 就是我去拍头发广告的那一次？然后那个化妆师那一天我记得就他就是用这一盘帮我化的。我会买这一盘呢，是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在 L'Oreal 上班，所以他们就是不定期会有一些就是 Friends and Family Sales 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托他帮我订了一个 Naked Palette， 但这个已经是非常久，大概快要半年以前的事情，所以刚好真的就是因缘际会，就很早以前我已经先订了这一盘，然后前阵子拍东西的时候也是用这一盘画的，对，真的很粉，你们。然后另外我还收到一个小礼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有个观众他 IG 私讯我说想要送一个东西给我，然后就是这个咖啡豆，这一家我之前没有听过，好像叫细味公平。对，然后它是 freshly roasted in Hong Kong， 然后它的香味有杏仁跟樱桃香，刚好我最近的咖啡豆快要喝完了，接下来就来试一下这一款。那在接下来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Thank you Surfshark for partnering with me in this video。 大家应该之前听我提过很多很多次关于 Surfshark 的，那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呢， Surfshark 是一个 VPN service。 在这个科技发达时代，我们对于网络的依赖度是越来越重，但是网络上其实有很多无形的威胁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可能会有心人士用各种方式想要去窃取你的数据跟一些个资，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考虑一下用 VPN。 Surfshark offer 几个功能，第一个就是有 hack lock 保护功能，所以当有人想要入侵你的电脑或是你的信箱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警告跟你说，哎 Cynthia， 有人要入侵你的电脑咯。然后第二个呢，相信是很多人都有遇到的，就是 streaming 平台的地域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在 VPN 里面选择不同的地区，这样子你就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你想要看什么影片就看什么影片。那现在呢，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就可以有 83% off， 然后外加3个月免费。如果你换算下来，其实它真的是每个月几块钱美金的一个花费，但是你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在网络上面的安全，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deal。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会把所有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上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就继续今天的 vlog 吧。眼睛真的好酸哦，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好痛苦哦。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呢，其实已经剪好了。今天要上的影片是这个跟 Agnes 很久以前拍的一个聊聊影片，有没有看到我的头发还是这个颜色？那这支影片呢，我是今天才开始上字幕的，总共上了15分钟、16分钟左右。噔噔，看每次影片都是长这样。其实我的影片已经算是蛮正常的影片了，不过今天你的影片要比较多特效，这样飞来飞去的话，你的界面一定不会只有我的这么简单，对。但是这个看起来是蛮可怕的。刚刚画了一个新的这个框，看。
那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捐衣服。那我今天这个礼拜有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是最近我发现我每天穿的衣服选的衣服其实都差不多，有很多衣服我根本基本上不会碰或者是没有什么机会穿，所以呢我想要来一个简单的 closet clean out，包含我夏天跟冬天的衣服，因为我现在基本衣服上都是洗过干净的，所以我想要整理一下之后拿去旧衣回收。对，现在呢把今天准备要整理的衣服都放在这里了。对，我又戴我的眼镜了。那今天我打算来练习一下那个 Marie Kondo 的 Does it spark joy? The method。 那基本上呢就是我拿起，哦，好啊好啊，你来。基本上我会考量的有三点，首先第一个是实穿性，有一些衣服我是买的时候觉得哦这看起来很好看或什么的，但最后发现其实跟我衣柜里面现有的单品不是很搭，或是我没有场合穿那样子的衣服，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风格，我觉得我的穿衣风格希望可以变得更成熟一点，有一些可能很早之前买的衣服现在就穿的机会也不多，或是不太符合我这个年纪，所以那个我也会打算把它处理掉。那当然这次要捐的衣服我都会确保它是干净的，然后还是可以穿的，就不是那种就是破洞破很大什么然后把它捐出去，不是这样子。如果要留的我会，大家有看到这个吗？有看到吗？如果要留的我会把它放床上，那如果要捐出去的我会先把它整理到一边，然后等一下再来整个 pack，考虑中的我就放前面。唉，这件衣服啊我从来没有穿出去过，但我觉得它是符合我的年纪的，对，然后我应该有场合会穿它，但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拿过它，考虑一下好了。这件是我最爱的黑裤，这件绝对留的。好，那我现在准备要出门，我又换了一件上衣。对，然后因为今天是双十节嘛，所以刚我台湾的朋友问说，今天晚上要不要骑到西九龙公园去有一个星空野餐，所以等一下呢应该是会去啦，没有意外的话。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我要迟到了，拜拜。Why you playing with my heart, girl? I'm standing in these streets. I ain't playing with these niggas, they be playing with they eat. I've been playing with this check and I ain't standing this Jeep. Then I ran it off a Turo, different state, a different beat. I've been running up these hoes, I've been trying to make it sweet. Counting my money, but we can't make it eat. We ain't doing nothing funny, understand what it's deep. You don't have to go and slide on that nigga, fuck with me.I'm just glad that I can make it to the west. I'm just glad that I won't be on my own strength. Yeah, 我们现在在西九龙公园，啊，是公园吗？对，对对，我们靠近一点树好了，可以把猫咪绑。Nice， 哎，哇，猫咪来了。对，猫咪，所以我说才可以把猫咪绑着啊。那人太多了，猫咪觉得很可怕。嗯，好，我买了一个 champagne。耶。哦。Hot Cheetos， 还有那个 salsa 跟 chips， 然后我还可以做 mimosa。哈哈哈哈。猫咪也在野餐。猫咪，猫咪，哆啦 A 梦也是猫咪，只是没有耳朵的猫咪。这是我第一次在
好，百万美景吗？我们现在在千万美景的西九龙公园。嗨，找到我们了。嗨 ，Hello， 你好，我们双十节快乐！耶、yeah ，小胖呢？我们很紧张。好多、哦，老雷，嗨。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ace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是星期二，然后呢，请大家先观看一下我的房间。每次洗完衣服，我的房间看起来就会很拥挤，因为我就要把这个给拿出来晒衣服啊。然后我跟你说，这个其实真的啊，你看，这个其实真的超烂的，我很不喜欢这个架子，但算了。这个是在 IKEA 买的，然后如果大家要买的话，不要买这个。那我昨天已经先去 check 了，我家旁边的旧衣回收处在哪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把这一袋拿去捐出去。然后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讲？哦，你们看，哦，我上次去 kayaking 玩晒的那个痕迹还是这么严重，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吧。然后后面这边已经好很多了，但是这里好咯，这边我看起来是穿了一个肉色丝袜啊，好崩溃。香港宣布是八号封球，然后我刚到了公司，想说，哎，怎么都没有人？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八号封球在香港是，就是不用上班上课的。为什么我今天这么早起？好，现在要回家了。好，我现在回到家了。然后既然今天我不用上班，所以。我决定来玩一下这个 pizza， 对，大家 ，Oh my god，ingredient 很简单，只要水、橄榄油，然后喜欢的配料就没了，就很简单。然后，它可以用烤箱或者是平底锅就可以了。哇，是不是很适合我这个懒人？那我今天准备的材料呢，有这个番茄罗勒酱，然后 pancetta， 这是 pancetta 吗？然后 salami 还有 cheese， 然后我打算一边用番茄酱，然后一边用青酱。我觉得我要串一下这个。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if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洗完澡，然后吹完头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头发已经不是蓝灰色了，已经慢慢的转变成棕色了。但是我觉得我这次颜色褪的我很满意，就是褪到蛮好看的，自己讲。然后呢，我最近收到一个礼物，然后我纯粹是因为觉得它很可爱，所以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是这个 Clarence 的。他们这次的 theme 是就是赛车。race 他们叫 Clarence Racing Championship， 然后一打开啊，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赛车手册，里面有四台赛车跟两个骰子，有够可爱，我把这个带到公司去。然后里面这个这样打开，就是他们这次推出，就是他们这次主打的眼霜，叫做 Total Eye Lift。比较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Oh my god， 它是一个游戏耶，它是一个桌游耶，我的天哪。OK， 那个 PR 的名字叫做 Crystal。Crystal， 你们到底设计了这个设计了多久？希望你可以帮助到我的眼部脆弱的肌肤。拍拍拍拍拍。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